中华民国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第二届第三次里监事会议，会议准备开始。中华民国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第二届第三次里监事会议，在这边秘书处欢迎各位里监事今天能够拨冗莅临指导，您的参与让我们协会的会务运作日益昌隆。接下来我们是清查与会人数。今天应到36人，请假有7位，10到29位，超过法定人数，开始。会议开始。宣布开会。唱国歌，请起立。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3鞠躬礼，1鞠躬，再鞠躬，3鞠躬。主席致辞，请坐下。感谢各位里监事对我们协会的支持与关爱。在这边会议之前，先给各位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报告。那我们年度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很多的活动都暂缓实施，一直到了这个月，疫情减缓了以后，我们才陆陆续续的开放了一些小型的一些活动，在这边跟各位报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近期我们清查协会里面的会员，有效的会员，所谓有效的会员就是这2年都有在缴会费的人数正在逐渐的下降，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作为了这个很多的一个检讨，那我们耳后的重点可能就是在加强我们会员服务方面，我们要多加努力。另外在各分区的地方的座谈我们要加强，让各地区的会员都能感受到我们协会对他们的关爱的照顾，所以在这一点是我们后面要加强的地方。第三个，因为我们秘书长身体不适，也请假休养，他的工作目前是由这个陆官司七期张金生学长来代理然后财务长因为生涯规划他也提出了辞呈，他的业务我们现在委请是国防学院黄雨柔学姐来担任我们现在会议按照正常顺序开始。是会工作报告。首先向各位里监事长致上最敬。感谢各位在这个风雨之中来到这个协会这边召开这个里监事会。那我很简单的把这个这段期间的这个工作项目跟各位做个报告。目前我们个人的会员人数是2250位，原定缴费的会员有1243人，经查110年度已经缴年费的有585人，团体会员是目前是14，建议有效的会员人数逐渐减少，
为了协会未来的发展隐忧啊，故年来积极的招募还有召回会员，充实经费，希望定为我们首要的目标。我们秘书处以着手做清点汇集核对今明两年的会员缴费的资料，并配合年度期程啊，收办常年的会费1000元，计划在明年度元月份起实施。第二项，年度因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在5月12号通知各期班的轮值啊，予以暂停。12月份起，逐步恢复轮值，并随时是疫情发展的机动调整，并希望各里监事啊都能够鼓励各期班的人员啊积极参与。第三项，严定在今年6月份，我们实施扩大团体及个人会员的分期座谈，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没有能够如期的实施。目前是疫情的初缓，我们12月份已经到这个澎湖，在12月4号参加了澎湖县800壮士捍卫中华协会的会员大会及他们的第二届理监事的选举，是由我们理事长还有监事长等6员代表参加。而且进行了温馨家族采访，以达成我们分会联谊的互动效果。第五项重大的活动，在8月17号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这个孙文学校的张亚中校长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登记，因其他的理念啊与协会契合，所以我们互为他造势，完成主席的参选。在9月24号的时候，再次啊支援张亚中校长与支持的群众啊会师在国父纪念馆，完成选前的最后动员号召。另外第二项，在10月10号时候，我们参加了新竹封城的庆祝国庆的活动。第三，12月11号时候响应战斗蓝4项公投，4个都同意，就是民意。在台北的说明会号召了协会的成员积极参与，到场声援支持。第四，12月12号我们参加了秋斗支持同意4项公投凯道大游行。上述的活动就由理事长率协会旗班的代表及重要干部的参与。第六项，近期的慰问有包含徐监事长、副秘书长张永刚、理事郭冠群、会员李家干、吴伟言跟前财务会计周九令的母亲等。第七，伟言在立法院多次重要的质询，行政院长要求军公教调薪不应遗漏退休的军公教，需针对退休金的比例调整，并质询考试院长要求尽速修正不合理的条文。第八，秘书处正制作年度贺卡，将在元月份陆续的寄出，向全体的会员及参与行政诉讼退军的人员贺年致意。这个贺年卡我特别要在这里做说明，是由我们这个易副理事长非常辛苦的把我们所有的会员的资料，包括参与这个年度诉讼的人员这个人数总共将近有5000份，因为有些人员重复这个核对的资料，那他从这个特卡的这个设计整理非常的辛苦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易副理事长。刚才理事长也特别说了秘书长赵介一赵学长因为身体不适请假，那期间的工作就委请本人代理，那敬请各位学长不吝指教示教。因为协会在这段时间受疫情的影响，有很多的活动都暂停了，包括旗班的轮值，那我们内部的组织有些人员也做了一些更替，所以各项的业务推动可能不是做的那么完善，也请各位谅解。像今天开会的场地，因为限于这个
会议场地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可能有些不是那么完美，也请各位啊多见谅。那学会坚持我们六大的宗旨，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受害者，也感谢我们志工们啊无怨无悔的支持，特别是金哥、戚玉军、张志强等，啊，在这里啊，特别也提出表扬，他们都是无给职的义工，非常的热情啊，来维持协会的运作。我相信各位学长们啊，你只要到协会来，一定可以看到金哥啊、戚玉军啊、张志强，甚至于你打电话到协会来接电话的，通常也是这三位，啊，那。因为我们协会啊，也是说真的，也受到政府的关照最多啊，所以不管在财务啊、物力啊、人力方面啊，都需要非常慎重的依法执行。那目前协会在整个转型的过程啊，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可能难免有所波折，也期望诸位先进啊提供意见，推荐啊志工干部啊参与协会的运作。来推动啊，遂行各项的工作。那也想说，借这个机会啊，请理事长啊颁发这个志工的这个工作奖金。金哥，不累。戚玉军，不累。张志强，好的伴手礼，他还在后面在忙。因为协会的志工啊都是无给职的，你要定期定额的发给他薪水的话，也会有很多的困扰，对不对？也会造成他报税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只能以检讨相关小小的一些工作奖金贴补一下他的一些车马费用，只能做，我们协会目前为止只能做到这样。接下来报告上次里监事会的提案执行情形。理事长、监事长、各位副理事长，还有各位学长姐们，大家好。好，那我要报告一下，因为我是10月19号才接这个财务，所以其实很匆促哈。那也我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目前整个协会的一个财务做一个了解。监事会工作报告。今天的这个里监事会议啊。这个一个重点在于我们明年度的预算审查，还有一个明年后年度的里监事选举啊。讨论提案。我刚才特别看到我们狄学长啊从南部啊赶来，我们特别热烈欢迎一下狄学长。第一项，聘任财务人员异动案，因为财务长尤锦凡及财务的秘书周九令因生涯规划也提出了辞呈，除了感谢严正的背景辛劳外，另外委请的黄以柔担任财务长，遂行各项工作。如果里监事会议通过后，我们会报内政部。那个对黄以柔担任这个。各位针对这个案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的话我们鼓掌。临时动议。好，各位这段时间啊对我们协会有什么在尤其是在工作方面我们疏失的或者有什么建议的啊，可以在这边提出来临时动议。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临时动议这一项，我们就跳过去。我们那个志工啊，做了很多的这个
影片啊，包括在 YouTube 里面，还有这个脸书里面。我们现在首先从大家把这个 Google 打开来，对，找到那个八百温馨家族那个 YouTube， 对，你用搜寻的也可以。对，你打个八百温馨家族，然后按下搜寻，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温馨家族里面有很多的影片。因为现在是一个媒体的时代，对，都需要用利用这个来做一个宣扬。然后你打开以后啊，点进去以后啊，那个最左侧啊，最左侧啊有一个大拇指。啊，最左侧有个大拇指，希望大家能够在那边按个赞。对，然后最右边有一个订阅，哎，订阅一个小铃铛，这个地方按个赞。啊，这个地方按个赞，然后这边订阅小铃铛。对啊，要按它，然后或者甩出两条。全部进去，然后有关他的具体，他就叫。对对。会直接通知你。对对，因为他如果把那个小铃铛大一下，他就两个那个，他旁边会做事。张志强，张志强说一下。志强，那有麦克风。麦克风。因为我只要是有这种场合，我都会出来宣导。包含这次到澎湖，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头哈。他们这个协会啊，我也在那边做一次宣导。其实最主要就是说，每位学长都要订阅，学姐都要订阅。那我们在 YouTube 里头 ，YouTube 大家都知道嘛 ，YouTube 里头搜寻上面有个放大镜有没有？点一下，然后就点，就写八百温馨家族。那你点一下以后，就会出现八百温馨家族的。那你如果说已经订阅了，那你那个订阅是黑字，是不是？没有订阅，那个订阅是红字。那请各位学长多去宣导。一定要点那个红字，一点上去，右边一个小铃铛，请再同时点一下小铃铛，点写全部。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说以后我们的节目只要一出来，都会通知到你，都会通知到你。那你呢，就可以去欣赏。其实我们大家很努力在做哈，那这个也请各位学姐、学长哈，能够协助，能够多去帮我们宣导，各个军种大家都尽量参加了。那我们这个八百温馨家族人越来越多，那相形之下就有一些收入会进来，那收入进来的话对协会是绝对有帮助的。好，那请各位学长学姐能够多帮忙，谢谢。他们作业做得非常的辛苦，大家可以 看到上面按赞数啊，可能都还只是一个个位数啊。对，那每一个影片啊，每一个影片就是那个右边那个赞有没有，那个最左边的赞不是九吗？那个九，你就点一下，你就点一下，那你也可以去留言，比如说你就写嘛，写那个这个智勇双全学长最棒，是不是？那个学姐最棒啊，你们这个影片做得太好了，对不对？那别人有留言，只要是好的，就跟也点个赞，好不好？到留言里头多按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绝对会有帮助，谢谢。这个事情一定要请各位学长多帮忙，而且广传啊，一定要广传，记得。每一个影片一定要看完，看完以后一定要按赞，赞完以后啊，一定要订阅，有个小铃铛。OK， 下一个。还有我们这个军人啊，很多啊，包含他们很少上电脑的玩这个的，那他们只要按赞他改，那后面要订阅他说要花钱啊，这个不要花钱，但很多人还有这个他不敢按，后面他就不玩了，他只按赞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要去宣导一下。啊，订阅不要花钱，啊，谢谢。另外第二个是在脸书，啊，现在大家经常用的这个脸书 ，Facebook 里面啊，我们八百壮士里面总共有两个网页，啊，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的公布栏，因为很多的讯息啊，我们也会放在这个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的一个公布栏。另外一个是八百壮士捍卫墙，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啊，都能够加入这两个脸书的这个网址，
因为说真的，志工我们都不是一个专业的媒体人员啊，他也从学习方面啊，从学习，然后又买装备啊，做了很多，花了很多的功夫哦、啊，在这一方面。那我们协会也希望说，利用这些媒体的资讯啊，把它广传出去。啊，谢谢各位李监事耐心的聆听，也随时给秘书处啊更多的这个资源。